定时炸弹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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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休息一下，这场呢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欢迎说是哥俩，其实不对，差了，应该是娘，应该是爷儿俩。爷俩，什么叫娘儿俩？爷俩就不是有奶就是娘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他比我高一位，按理说我应该喊的叫师叔，但是呢，生活当中也没有喊过，人家也不挑理，是不能挑的。我们两个走上台呀，发现今天在座的观众可是不少，不少。我们心情十分的高兴，同时呢也特别的激动。是吗？平常我们说今天十分高兴来的观众不少，今天我们多加了一个词叫做激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今天外面下大雨，暴雨啊，特别特别大的暴雨。刚才我看微博说，近四十年来。最大的一场暴雨，对啊，让我心情十分的有波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大伙儿啊，都困在这儿了，可能。说好了，叶明成，你们就说吧，说吧。我看你们三环、二环都已经水漫了，都已经全面的封了。聚都涌进了啊，都不让走了，而且很多路都坍塌了。心情有些，报道有很多个指处，是吗？但是三死六伤是真的。三死六伤。这次大家说说。今天说实话，我们俩走上台，心情难免有些那样。哪样？哪样？没有关系，今天来的观众不是无辜的，对不对？真是那样无辜的。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，还是照样要奉献给您。做这个介绍，我叫岳云鹏，他叫孙岳。我们两个人合作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，也不短，都有700多天了。两年多，两年多了吧？两年多700来天。基本啊，合作的并不是特别的默契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特别像啊，真的，因为。你认什么？就算是默契吧。这个那就算哪不舒服您说出来啊，不舒服的地方多了，找个病去。不舒服就说相声演员说学逗唱你都会吗？那我跟这说那就不要脸。我们怎么都不会还跟这说？谁不会？不会还跟这说？都得会。好家伙，他被评为离我们逗哏最近的观众。他跟头一排还有两三米呢，对不对？你看他脚边呢，上台上听相声来了，是不是挺可耻的啊？您于谦是也是捧哏，但是这是哎呀呦，我去你的吧，人家说的很好。最近啊，最近这位又病了，愣上台，愣挣这份钱。顶头底下垂，你说有吗？那愣着那份钱，最后我要歇，你也得歇，知道吗？下大雨，就是应该来演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人呐，打一把，破伞，打一把伞。哎，我们进来都没事，人家也是打一把伞，这么大个伞，我一看，肚子都湿了。有意思吗？您挣这份钱呢，有意思吗？您这话说的啊！行行行，我招你得了。你这样吧，我哪让我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，挨个给我们展示展示，行不行？不是你什么意思？我都问问你啊！今天我很开心呢。我来没批着你，你躲过去了，都能等40年。啊！
话呢？有这样的吗？上台数我们就够啊！我干嘛去了？说学逗唱，说段子展示，都走走走走走，什么？走，再吵。说相声都没个师傅，谁没师傅？我们还有师傅，我师傅郭德纲，我师傅的师傅侯耀文，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的师傅，哎呵，这谁？捣鼓清楚吗？你捣鼓的清楚吗？你有吗？你娃娃呢？你有吗？你娃娃呢？都没有师傅。对，我师傅是你师爷似的。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仗不认输啊？不，约架就在这打啊？约架全公园啊？哎，我跟他挨着。南门，你这跟南门刚从那来吧，没谢死你。说什么呢？当然了，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，不愿意展示没关系，杂货铺什么都得有。人家这是个大超市。那完没完呢？沃尔玛可能啊。对，你这好邻居是吧？好邻居，我以为好龙哥，我玩儿呗。好龙哥会的比我们多，对不对？比你知道多的。生活当中也不研究相声，真的。研究相声吗？研究几个段子？胡吃闷睡，每天特别的无聊。无聊到什么程度啊？他呀，朋友们，别嫌恶心呐，养了个蛆。就看看他什么时候变成苍蝇，够无聊吗？喝一大杯水，坐在马桶上等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那怎么了？这都不算什么，他每天给新闻联播捧哏。来吧，你瞧瞧我啊，不像话！新闻联播的是电视，知道吗？那插不上话。插得上话呀？怎么插话呢？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你好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。好的，到最后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。去你的吧，去你的吧。回屋睡觉了。够无聊吗？我七点半我就睡啊。哎，我们问一个，我们捧哏业余生活这么无聊，你们逗哏业余生活都干什么呀？我们逗哏的，我们每天说新闻联播。把咱们睡觉的时间是一样。但是我们看天气预报，我们还报表呢，不一样。我们还看焦点访谈，什么什么什么，我把住西红柿呢，那是北京台，好不好？也都看了不是？无聊，真的。谁说我能有无聊？今天在座的朋友啊，大多都是八零后。八零后喜欢什么呀？喜欢逛逛街呀，旅旅游啊。还旅旅游？还旅旅游？我昌平有口音。我不是昌平口音吗？是车架子口音的。旅旅游啊，唱唱歌啊，这都是八零后喜欢干的事情啊。都一样，我唱歌。我们也喜欢唱歌。您喜欢吗？我是八零后。他就你八零后。他怎么了？你爸八零后啊？说这话大伙还乐吗？不是，你哪个八零后的？那怎么了？啊，1989年的。87。81。极限了啊！人家年份造假知道吗？啊？他怎么了？你老奶奶的说实话。85。那信不信？那也不退票。还85年的呢？您几年后？我70后。70后。哎呀，怎么鄙视你？你是70后知道吗？他怎么了？照样鄙视他。一，哎呦，没有年轻，怎么了？他蛮不错的。别吓我，他在济南呢。我你年轻怎么了？啊，我也喜欢歌曲，都喜欢。今天在座的观众也比较喜欢歌曲，当然了，他也喜欢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他跟他媳妇都喜欢。那您婶儿，
不说这个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他媳妇叫轩然。多好听的英文。我媳妇叫轩然啊，就神奇的人了。你丈母娘？我丈母娘叫什么？有容。我老丈人呢，波霸，我太有这个，有多少肉啊，你们啊？轩然，谁问你孙子？他们两口子都要唱歌，这倒是。唱，先说他媳妇儿吧。我先说吧。他媳妇儿呢，不在外边唱。哪儿唱？家唱。不踏实。家里呢有一个大音响。哦。有一个大电视。哦，卡拉 OK。嗯，对，卡拉 OK， 自己在家唱。我给你学学啊，他媳妇唱歌。我媳妇唱歌，你怎么知道？哎、咱们真事。我们还没你似的。学学啊。是谁来唱歌？温暖又寂寞。哎呦。白云悠悠，蓝天依旧，泪水在漂泊。在那一片苍茫中，一个人生看见璀璨。在你的心上，灿烂的心，懂得你懂得，没词儿了。他媳妇一唱歌，他就上阳台抽烟去。你干嘛？让邻居们知道。啊，我没打他。哪有难听啊？我跟那抽烟呢。不是我打的。哎，怎么难听啊？反正比较难听。这他媳妇，他也爱唱啊。我怎么了？当然了，他白天不唱。我的。晚上。哦。晚上等到媳妇上班以后，他在家里边。哈哈哈哈哈。哭啊，不懂事儿啊。对的。怎么了？我晚上唱。对，晚上还跟我媳妇上班儿。嗯，我媳妇上什么班儿？嗨、哎，你甭管了。哦，我管了，我媳妇甭管了。上什么班儿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挣钱呗。哎、对对，废话，不挣钱谁上班儿？什么班儿？嗯，他那个班儿吗？我要是去了，走的时候我也给钱。他老挣钱了，真的，轩然嘛，哥，先不谈你的问题啊啊！您说我媳妇上什么？大排档，大排档卖羊肉串。哦，卖羊肉。对，小孩都说了。哦哦哦，晚上大排档啊。哦，那你以为呢？我，卖羊肉串。他也信。就是孩子老哭老闹，他们生气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小孙，我儿子叫什么吗？他儿子是吧？他是不是姓孙？是个孙名叫小孙子，有时候跳的儿子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别哭了，嗯，再哭踢死你。不是亲生的吗？不是吗？哎，我这有一句骗你就行了。不是怎么回事？什么？你怎么产生疑问了？谁产生疑问了？您说这话对不对？自己儿子不听话，孙子，你忍心啊？啊，我当然不忍心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当然不忍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连你这儿子我都不忍心。他都踢死你啊！还是不懂事啊？还是老哭老闹。嗯，我，哎呦，我下不去手，打！踢出去了，我，金光两步给孩子揪起来，啪啪啪啪，打！还不接，走你！啪！打打打！我吃的真像，我说。
钟以后，孩子哭出来了。哇，你哭就哭过啊！孩子一哭一闹，街坊邻居受不了了，扰民了，敲你们家门。哦，老孙。哦，老孙呐。哦，管管你们家的孩子。我街坊管吗？别让他哭，别让他闹了。街坊邻居受不了吗？哎呦，啊，得了，大妈，您回去吧。他一会儿就不哭了。哎，啊，我怎么了？大妈走了，再看他。把孩子抱起来啊，得了，别哭了啊，这样吧，怎么了？爸爸给你唱首歌。嗯，你唱我干嘛？最近眼睛不舒服，爸爸给你唱首歌。哈哈哈哈哈！张嘴唱上了，我抽了都。爸。还没唱完呢啊！大妈就敲门了，怎么？老孙呐，啊，你的孩子哭出来了。我看见他哭，我看出还没孩子哭好听呢。那可不呢，我的门口唱歌都不行。当然了，很难听。这他们两口子，是吗？都喜欢唱歌哦。其实呢，我喜欢唱歌。是。啊，这个歌曲呢，大伙都知道啊，分了很多种啊，有是经典的、流行的、古典的。是。我比较喜欢的啊。都喜欢，别都说一句。你怎么样啊？我也喜欢，都喜欢歌曲。啊，但是这个歌曲了解的知识多吗？你踩着我了。你知道的多吗？还行吧。这样吧，我唱一首歌，我让你搜啊猜怎么样？您怎么拼上来的？就让你猜，让我猜不就完了吗？什么叫搜啊？猜谁唱的什么歌曲？哦，猜歌名猜演唱者啊？啊，没有问题。有难度啊？没难度，注意听啊！有我转给你的，知道吗？别废话，注意听啊！完了，然后铃，听那个，嗯，赶快唱，再等您来了。你飘吧。废话，这是七十年代歌吗？啊，唱歌是七十年代的歌吗？
歌曲都是人家唱的歌曲，我自己也有一个单曲。我哪有？我哪有？你还有单曲啊？多幸运呐！其中有一首主打歌，叫做……要单曲是吗？对。其中那首主打歌。我你个骗子！这么说不是好听吗？好听什么呀？就是一首歌，各大网站都有。啊，大伙儿可以去听，没有听过的朋友没关系，今天我现场给您唱一遍，叫做《五环之歌》，特别好听。啊！音乐没有就算了。那俩怎么走了？走一个，干嘛？
一名相声演员，根本就不可能出什么单曲，不可能出什么专辑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给您唱一首大家伙耳熟能详的歌曲《春天里》，这是我前些日子学的这么一首歌曲，非常的好听，注意听啊。春天里那个百花开，荷花的妹妹马上天，马上天，还怕走山呢？美着你，都是春天里吗？这不大花轿子吗？可是它里边有春天里啊。哦对，有的仨字不行啊，唱春天里，唱春天里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老里个老里个老里个老，高高的太阳当头照，高高的老里里微笑，老里个老，老里个老，老里个是吗？这位大哥您吃多了。你们拿什么口福的？难得小气。会不会唱春天里啊？会呀、啊。唱啊？什么春天里、啊？不知道。汪峰的春天里。哎，对呀、啊。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。就这，就会一句。一句就出了公式了。那你把我怎么样？哎，您多唱几句。会几句唱几句。是。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，没有情人爱，没有他，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。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，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，我拿着我的破木吉他，来到了无尽无边之上。下雨，别出去。反正大伙也走不了，是不是？那。不行了，行了，绝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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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这个翻唱，一般呢都是说一个小故事啊，讲一个小笑话聊会天。今天呢，咱们聊会天，可以共同探讨一下，瞎聊。你有什么问题想知道的？比如说我们从艺啊是怎么个学法啊，我们内部的什么规定啊，我跟他媳妇怎么着啊？我要听这个，听完这个，听完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人家没事儿，清白的，清白的，你不信就算了。还是信吧。啊？咱们探讨的说什么呢？说这聊天嘛。可能不是跟咱聊。把男朋友。比如我们下个礼拜的这个演出安排。我们下个礼拜德云社，就天桥德云社，我们德云二队在那儿演出。书馆啊。书馆。书馆周六休息天都有事儿，周日开。周日开。周日有。下午是，干嘛下午吧？周日下午是我、陈云达、徐乐涛、郑老师。周日晚上是他，出宝了。嗯。周日晚出宝是一人。去你的！我们去的娱乐站到10点半才。那个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接着往下说了啊。好，既然这么尴尬，我们就问别的队去哪儿。这个，啊？老有票贩子哈。票贩子这个问题呢，咱们不好解决的呢。不是这样，我问我师傅，我师傅这个咱们德云社门口这么多票贩子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我师傅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没办法。没办法，因为咱不是什么公安机关，咱也没法去打击人家。再说了，人家卖的票确实是我们那儿的票，他卖的很贵，但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人家有权利买呀，对吧？哪里拿着身份证，一个身份证需要最多买几张，人家拿了好几个身份证，40多块钱了。啊，这没办法，控制不住。等有天他们都死绝了，还没死绝。
怎么都是你呀、啊？怎么？一会儿咱俩后台聊吧。老头儿，不可能。再给您说点别的，说点什么呢？聊会儿天啊。那好，那问问没事。秋裤，说好了，你说是篮球裤呢？这个问题我都很尴尬。我跟你回答，篮球裤这个事件是这样。啊，改毛巾了。装不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可以说吗？我有一个朋友，男朋友吗？男的，长得挺帅的。哦。我在微博之前说，我有朋友长得特别像吴彦祖。哦，那个朋友就说了，那你亮出的照片，我们瞧瞧啊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老丑呢？你瞧瞧，我们看看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楼楼。后来呢，也我也就碰着他了。我呢，您的朋友得先蹦啊。你约好了，打球打球，我上个厕所，回来我想，咱俩照个相吧。啊，正好发一微博，照相就发了微博了。谁成想裤扣没拉。脱贫攻穿的是篮球裤，浪人被画饼，篮球裤就这么一个事件，还有很多朋友都知道，今天都有事儿，都说出来。那怎么？没事儿啊。你咋这事儿大家不知道？好吧，给您说点别的吧。朋友们喜欢听相声，这是好事儿。我们也喜欢说相声。有的朋友说，但是我不喜欢听，我喜欢别的艺术。什么呀？比如说电影，我喜欢看电影。也是好事，看的好电影啊，值得一看。嗯，前两年有一个好电影，叫做《泰坦尼克号》，导演呢叫做詹姆斯·卡梅隆。哦，特别好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人怎么说詹姆斯·卡梅隆这么滑呀？詹姆斯·卡梅隆，詹姆斯·卡梅隆，就詹姆斯·卡梅隆吧。詹姆斯·卡梅隆，詹姆斯·卡梅隆，《泰坦尼克号》我看过一回。不是在北京看的，哪儿啊？在我们老家。老家哎呦，特别好看。老家哪儿？长乐辉。啊？老家哪儿？邯郸。哦，邯郸长乐。啊，对对对，特别好看。哦，您瞧的什么版？那么看？不是。河南版。河南版。对，就是河南话版。可能。泰坦尼克号。跟你传的外国人，全配上河南话。您这不灾难改喜剧了吗？怎么会是喜剧呢？那好听吗？好听啊！不是您瞧了啊？哎，那这么着，啊、你是河南人，你把电影里边的桥段能模仿上听吗？模仿一个啊？行，怎么河南配音了？学几句吧，学一个桥段，哪儿？肉丝吧。学什么？肉丝。我在学羊肉片呢。肉丝儿啊，如此啊，如此啊，如此啊，肉丝嘛，这个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儿，哎，跳床，你们这没删呀？啊？什么删没删啊？你说跳床呢？谁说跳床了？你说跳床？跳船，船是弯船，船，对啊，啊，船，哦，跳船。这个肉丝在这个床包上这么待着，床那是床啊，船什么床帮啊？在船帮上，船的护栏。啊，对对，是护栏上这么待着，嘣，要往下跳，哦，结块过来了，就刚开始了，有这么几句话，哦，我给您学一下啊。就刚开始那段，大家初次见面，这是谁？露丝，哦，是露丝。露丝太粗了。露一些护士，结块过来了，坐着烟。坐着呢，气得好，咱上海风去，飘去。您这坐上街呢？不光是这场面，你咋还不跳嘞？哇，他还坐着呢。这于老师都坐着。突然惊醒，看肉墩儿过去了。名儿，名儿，什么叫名儿？就是姑娘的意思。哦，河南话，名儿叫名儿，嗯啊，名儿，农大呀。
好病吗呢？啊，肉哥，滚！挑战，跳船，把分身抽了去。别跳呗，别跳呗，俺还是可怜呢。河南有啥？傻呀，开始可练了，开始可练，多练啊！一会儿拉了会儿，可练可练吧。我也要看呢，那我也跳，对着跳，我不想跳了。不想过了啊！上次，你也会了吗？怎么撕呢？跳呗！啊，跳呗！不，怎么撕呢？不跳，又踹不跳，再来结婚吧！中了。开玩笑，没有什么配音的。开两句更好。之前呢有一个电影叫做《阿凡提》，嗯，是三 D 电影。有人说了什么叫三 D 电影呢？给你们解释一下。三 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，叫三 D 电影。二哥拍不了啊，二哥有些生气。这不前两年嘛，有一个电影叫做《关云长》，二哥算站起来了，老弟还不行。你怎么了？咱别胡说去。没有啊。三 D 电影合着不是二哥拍的？对呀，三 D 电影张飞拍的，也可能是沙僧拍的。全明白了，你看，你看二哥生气了。二哥生气了，你也可以拍一个呀。高老庄的美好时代，不像话。高老庄飞侠，飞什么侠？高老庄十三钗。您别胡说啊！啊，三 D 只是拍摄技术，观看角度，三 D 三维立体。啊，您刚说的电影什么名字？阿凡提。好看呐！哎，你用你的大脑子，你琢磨琢磨。你们家脑子在这儿啊？不大吗？啊，您琢磨琢磨，冲着骑驴的掰着三 D 的，不得赔死呀？啊，你还骑驴呢？您说错了。什么呀？我名字叫阿凡达。对，阿凡达，骑鸟的。你看他那么作死的样子，你看。张总，阿凡达好电影，值得一看。刚才说那个属于科幻片，还有那个泰坦尼克号属于灾难片。说实话，这种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，多少有些压抑，而且与时代脱节，跟现在接轨不上。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悬疑片、恐怖片，一旦进入剧情，一个半小时不属于自己，杀了人，随着剧情发展而走。还有这个爱情片，画面的唯美凄美的爱情，还有动作片，精彩的武打动作，跌宕起伏的剧情，还有爱情动作片。这个类型片子呢不怎么好找，我一般的都是搜索，不要用百度屏蔽。我的纳闷事儿，这怎么谈胡说八道？爱情动作是吧？啊，那我编起来说的吗？那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有爱情有动作？不是，嗯，不是，那你我编起来的，您还上网搜索呢？啊？你们有啊？不，谁们家有啊？你不搜吗？废话，废话，我还不用搜，你早在我百度屏蔽啊。你都搜烂了吗？你没有的。这俩真就不能连起来，点吗？爱情动作片，英雄救美的片子，有爱情有动作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前面英雄救美啊，完事儿俩人恋爱啊，可以，小伙子，你搜那个都有情节。嗯，您看你有没有情节吗？
这个这是装的吗？电影值得一看，好相声也值得一听。好，我们再卖力气。接下来呢，给您说点实事儿，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什么事儿？孙悦孙老师，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生活窘迫。不光是他，还有我们后台一个演员叫高峰。哦，你觉得？他们两个人的事情。有朋友说了，你说的不对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北京人，一个天津人，朝父母要一口，父母也得给呀。也得管。您各位不知道，这两个人不像是父母，我们被父母给轰出来了，蛋轰出来了。两个人，你滚蛋，你滚蛋，谁不笑着？没法说了，废话，谁不笑着？你，我笑着，你笑着吗？我笑着，你还笑着？我笑，你瞪眼，就你还笑着？笑着，当着大伙的面，你推我，你还笑着？管不了你了，还闭嘴！废话，怎么了？我跳什么车呢？不是让你们呢自力更生啊，自己出去奋斗，自己拼搏，自己努力。嗯，这两个人一碰面坏了，怎么呢？谁也没有工作，没有手艺，也没有手艺。对，找工作吧，找吧，找来找去，找来找去，没有找到工作。哎呦，到最后啊，高峰想出一个好主意。哎，高老师是聪明的人。高峰说了，嗯，孙悦，怎么着？要不咱俩自杀吧？死去吧。我看破了红尘了，好啊，好啊，死吧，我同意了啊，哪儿要死啊？怎么死？你说吧。哦，还死法？嗯，这样吧，嗯，跳楼吧。哦，我们俩跳楼，生的伟大，死的吧唧，好不好？完摔了稀碎吧，吧唧就摔死了。他不同意。是吗？那哪成啊？为什么？你琢磨呀，我是一个胖子呀。我呀，我摔下来，我成死胖子了。我哪那么心宽呢？让大伙耻笑我。这你换一个，换一次吧。那咱跳井吧。淹死？不行。嗯，跳井我不是淹死的，那我是卡死的。我就不能找个大口子。换一个死法。那只能喝药了。服毒，敌敌畏啊，是这样。虽然有些痛苦，但是也能死。死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啊。来，我给你钱买去吧。偷钱买呀？他这儿2.2块，高峰就剩2.8块，哪有5块？一共5块钱。哎呦，只能买一瓶。过去上药店是一小瓶敌敌畏，这一瓶他能不能死还单说呢。哎，我喝毒药加的，那可不。兴许死一半，哎，上半身死了，腿没事，骑自行车回家了。听说上半身死在这儿死了，知道吗？我得骑车回家了，我得落叶归根呐，我得死家了，知道吗？能死，啊，那肯定死。可是谁先死呢？就这一瓶药，就一瓶啊。啊，高峰说了，蔡丁格。哎呦，简直包锤，哪里决定生死？虽然有些儿戏，但是死得快，怎么没辙？来吧，嗯。好啊，嗯，我该出等，我出剪子，再看高峰，看高老师，嗯，怎么、啊？他输了，那我还不输了？我先出剪子，高峰还琢磨琢磨，等你，你这是自杀，这不怕他吗？这是你愿意的自杀呀？哎，我得死去是吧？拿钱买药去吧。买吧。说实话，进去的时候挺难受的，要死。可是出来的时候特别高兴。为什么？兴高采烈啊！高峰，高峰，咱俩都能死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你看啊，再来一瓶。啊！今天这个温度啊，还勉强能够接受。实话实说，昨天晚上在这儿演出，我们俩一上台都要哭了，特别是一撩帘这个瞬间，就跟蒸笼一样一样的。我还发了一篇微博，我说湖广会馆的舞台太热了，是我见过的最热的舞台，热得我，哎呀，冒烟了，反正特别热。我就这么发的，我还好一些。实话实说，他不行了。一上台我就能感觉到他那个裆部就往下低。你怎么敢？我在很婉转的，我能婉转啊，我都听见了，有人话啊，我都听见了，人家有人话知道吗？啊，这胡说八道啊？没有啊，胡说八道这才是。
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往那滴呀、啊。没听说。都是汗嘛。我说清楚了。我说什么？噼里啪啦脑子往那滴，知道吗？你这儿也滴。能忙活吗？确实，确实太热了。今天呢，稍微的好一些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卖力气，朋友们，把我们最精彩的给您奉献给您，给您唱一个《送情郎》，送老君。啊！你会唱吗？因为我没有情郎，我就是情妹。您就没有情郎？好吧。哦，不是，我是问我的。你不嫁你呀？儿不叫你愁啊，看不叫你转转啊，小妹妹的话都收啊，小妹妹的话都收啊，一个心锁眼啊，情郎不问愁啊，把他定尽头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我大门不通啊，天山上结的老天爷，下雨又刮风啊，刮风就下点小雨好啊，下小雨我的郎啊，多难上几分钟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我大门郎啊，伸腰间我就掏出来两块大银元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一张火车票啊，这银元给我的郎买一本中华人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我大门心啊，一抬头我就笑起了，有一个卖礼品呀，我有心给我的郎买上礼两朵人啊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大门东啊，一抬头就瞧见了王八和石碑呀，我问这王八犯了什么罪呀，只因为说相声桌子当着那嘴凳子，平常啊，这个时间段我们都确实已经下去了。为什么我们俩一决定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说咱下去，要不再说一个吧？为什么？有哎，发生的情况我们挺高兴，同时也很激动。今天外边下这么大雨，大伙上边听相声，而且都是满坑满谷，我们真是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不知道拿什么报答你，拿出这个记者证说的节目给您说一个。这个快板，快板，说实话，这东西我不会，曾经学过，在家学过，噼里啪啦，那我上不去了。我是说，孩子别练这个，我说别练这个没有用，台上用不到，我就搁那儿了。后来有回上我师傅家去，发现他在家练的，隐隐约约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是有用的，谁的话唱谁的饭碗。特别精髓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感觉是有用的啊。这个东西呢叫七块板，为什么叫七块板呢？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七块板。好的，人非常神奇。好，您来一个啊。好，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，我说他没师傅，其实呢，这话呢
嗯，是真的。我有师傅，但我师傅还不那么鸡贼。他刚才没有练过，快把他都不会。因为我没打招呼饭。你来吧。我不来。你来吧。我因为我师傅是鸡贼。我师傅就是鸡贼。我带你听说这句话。来一个哈，好，有照相了没有？有。摆着别动，别动，别动啊，别动啊！换一个。对，再坚持五分钟。再坚持五分钟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来一个。过。别动啊！换个姿势。换围脖，换个姿势。换，躺下，躺下。啊！怎么就说了，怎么就一个点呢？啊，你就会一个点。那我说故事，给您说一个别的。哎，打王您唱一段，必须要唱吧？必须唱。好吧，我闪出你鸡贼了吗？唱一个，唱个什么呢？嗯。唱个你没听过的，我还有没有？我没听过。郭新燕呢？怎么唱一个？嗯，山西快板怎么样？山西快板，真是难看。